會堂欣賞由天籁聲影同匯聚主辦嘅演唱會。大家睇下台上係咪星光熠熠咧？仲有我哋一班盛裝打扮嘅歌手，佢哋唔單止服裝華麗喎，歌聲悦耳就唔使講啦。有啲歌手咧仲係能歌善舞。每一位歌手今晚咧花咗好多嘅心思同時間，準備咗好多金曲，今晚送俾大家欣賞嘅。大家好啊！多謝捧場啊！多謝你今晚嘅捧場啊！好啦，我先介紹下今晚我哋籌辦呢一個演唱會嘅主辦人先。我係黎婉薇。喺我右手邊呢位嘅係謝少華華哥。華哥，大家好，山上嘅朋友好。而我左手邊呢兩位咧就係我嘅合辦人啦，阿嘉明。我哋呢個團體咧，今晚係第一次喺北區大會堂呢度舉辦演唱會，所以我哋今晚咧有一個好隆重嘅剪彩儀式喎，好開心！今晚可以請到一班咁優秀嘅歌手嚟替我剪彩，俾啲掌聲支持下啦！係，多謝曬大家嚇。咁咧，我首先要多謝我哋今晚嘅音響師傅 Jackie。演出，咁介紹下我下一場嘅演唱會先啊，就喺3月4日青衣長發社區會堂舉行嘅。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致電你哋碑上面嘅電話號碼查詢我哋嘅節目。啊，有少少温馨嘅提示嚇，一陣間咧，如果你哋有一啲心意想對歌手表示嘅話咧，麻煩你哋喺佢唱完歌之後，咁咧跟住就喺我左手邊呢度咧，就送俾佢哋好唔好啊？咁樣咧就唔使影響其他人啦。啊，今次我哋個花球唔拋出嚟啦，今日，因為費事混亂啊。係大會提出嘅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嗰個剪彩儀式咧就準備開始咯喎。我邀請大家同我倒數好唔好啊？嗱，到3、2、1咧，咁我哋就開始剪彩啦噃。好，準備。准备一下先好不好啊？